好，各位同学，我们下礼拜要期中考，好，不要忘记了，这几天期中考，好吧，范围就到今天讲的这个为止啦，然后大家包含那个小考各位会有上的题目，大概我们就是不会冒出新的啦，大部分都是旧的，所以大家一到有念，大概就没有问题了。好，所以。那个，哎，你们有放在助教放在网络上啊？抱歉，有公告吗？哦，那个记得公告一下，免得有人来忘记。好，那我们今天大概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啊，抱歉，应该是第二个阶段吧？想看到对，好，对，算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课堂前两个礼拜一直都在讲哦，怎样证明一个问题是哪的。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提那些问题要怎么解，这是两件事情。证明一个问题，它是 NP 法或 NP 法定，跟你要怎么解决它是，基本上是分开，大部分都分开来看的啊。那当我一定有跟大家讲过这个 NP 法定这些问题它的特性是什么，它就是，只要它其中的这个问题被破解的话，破解意思是说，如果任何一个里面的问题有 n 的 c 次方的演算法出现的话 ，n 的 c 次方 c 是常数啦哦，那就代表这个我们都没有代表，不像是也是代表所有的 NP 里面的问题全部都是可在 n 的 c 次方里啊，抱歉，我们都没有看里面解掉、哦，所以这件事情要发生，其实。难度是很高，或者说其实几率是很低的，哦，所以你 imply 这些问题，它一定是非常非常难，哦，难到一定程度才可以一击败，哦，让所有的 NP 的问题，然后都可以一次得解，哦，所以其实这整个 NP compute 的证明是在观察出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哦，或的确来讲是可以当运的，哦，好，所以在还是告诉大家目前的状态，我们出生是 P 不等于 NP 啦。所以 P 等不等于 NP 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搬进 P 里面，或者是不可能？哦，那目前大家相信是不太可能，因为已经过了几十年了。这些所有 NP 场边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人解出它的，找出它的统一状态的解法哦。所以请这样相信，目前呢，大家请这样相信，这世界上的问题大概可以约略的分哦，一类属于 P。另外一大类的哦，是属于 NP compute， 当有少部分几个坐落在中间，它的难度还不是很确定哦，所以目前在状况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那要怎么去解决那些 NP compute 的问题，因为它的时间复杂度，注意是指数的，是 c 的 n 次方，也就是它的 n 是 power size 在指数的。也就是说，你需要找出它的那个最佳解的话，你需要花 exponential time 哦。那这些问题基本上大部分的策略啦，哦，等一下我应该会解释啦，就是说不太可能去找它的最佳解，因为当你 n 很大，比如说 n 是100，二的100次方就已经是天文数字哦，不要说 n 是1000或1万哦。所以通常那一系列的那个问题呢，会有一些。其他的其他的策略哦，所以这边我只是大家知道，目前在 computer science 有其实非常多啦，但是我自己也没办法全部把所有招式都看完啊，那我大概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第一大类的对付那些 MPC 的问题，依然还是有人。试图去寻求术语叫做 embedded algorithm， 也就是说，今天对它的时间复杂度可能是，n 是在指数 c 的 n 次方，但是没关系，我想办法把这个 c 降下来，哦，我 c 从3变成2，变
变成 1.5 变成 1.1， 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常数的那个 factor 降下来，因为实物上是会差，就是 1.1 的100次方跟3的100次方当然还是有差，所以有一些人他还是很努力的去在寻找那个 1.2 的，那之后其实过了很多年了，一般人认为说这个在意义不大，因为你当 N 很大的时候是第一次，影响是其次的嘛，就是依然还是同动嘛，就是 1.5 的1000次方大概同动，但是后来有了一些慢慢的进展，反正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一个系列的技巧，个人认为是比较有趣的，叫做 fixed parameter algorithm。但很遗憾的是，我们国内做这个的研究的技巧的不多，然后唯一的两个就在我们系，大家发现不是唯一的两个，其中有两个主要的人都在我们系上，但是一个已经退休了，就是以前大家不知道叫张望成老师嘛，另外一个也是快退休的邱邦一老师，他是我们国内少数去钻研这类技巧的那个专家啊。那什么叫固定参数？其实讲白话，我个人认为，讲白话就是说，关键就是那个是参数，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都有一些参数可以去操作它。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啊，在一张图来讲，说 N 的时候，它是点数跟边数，但是其实有时候很多图录的问题，它还边上面可能还有权重 W， 那 W 有时候可能很小。那有时候你设计的方法可以针对那些特殊的参数去操作哦。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各位已经都学过了，叫做背包问题。各位，你知道背包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有讲过嘛，它是一个你有个 BP 的做法，就是那个 N 乘上 W 哦，就是说W 是背包 size 吧，然后 N 是那个你要去组合的那些 item 那些物品。那那个东西其实 NP 场地哦。但是它有一个来念口分明的解法，而且时间是 N 乘上 W。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一切的最奇的地方在于那个 W 有多大。W 如果很大，它确实可以大到2的 N 次方。所以整个来念口分明，当然还是一种 short time。但是有时候有可能是你 N 很大 ，W 很小啊。比如说你的物品确实很多，但是你的背包 size 并没有太大。这时候这来念口分明保证帮你找到最佳解。实用，对，实用。好，就是说，这个背包问题虽然是 NP 场地的，但是当你 W 不大的时候，这个 BP 可以帮你直接找到最佳解。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固定参数的演算法的思维，它抓住那个问题的一些特殊参数去操作哦。那个完全就没有 sense。但是很遗憾的，不是每个问题都可以被你抓到那个参数的哦。所以有些问题适用那个技巧。那是毫无疑问的，就像那个背包问题。那另外一类当然是那个叫做 heuristic 啊，或者说 meta heuristic search 啊，就是把这整个那个找最佳解的过程，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搜寻的问题啊，因为说我的搜寻的空间是 exponential 啊，比如说你二的 n 次方所有可能的答案啊，那你把它想象成一个这个解空间倒有点难想象啊，就是说。你把它想象成一个高维的空间，那在上面想要去找到一些答案，它的它的那个值的 optimum value 最大或最小，那看个问题啊。那这一块当然有一些去模仿一些自然界的一些许多现象的去模拟或者说试图去搜寻啊，他们定的名字叫 meta heuristic 啊。但讲白话就是，其实是利用电脑的运算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可以去快速的 random 的去 sample 一些答案出来，然后去模拟。模拟的意思有点难想象，比如说模拟蚂蚁啊，模拟那个鸡的那个图片啊，去慢慢的去试图去找出那个最佳解哦。但我没办法去 comment 哪类比较好啊，但是。目前在我们西上大概就是丁老师的 lab， 就是专门在研究这一块的那个实验室啊。那就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我后来
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第三类哦，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所以我后来跟许多数学系的那个人碰面之后，或者是读论文之后，发现，咦，原来数学家也有一些人，才发现统计学家也有一些人，其实他们也在解决最佳化问题。哦，也就是说，有一些统计学家，他们有一些他们自己 learning 的 approach 啊，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验，这边有没有听过验验的那个招策略的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听过回去的时候看，都没有。哦，所以我个人认为有一个让我们是很舒服的地方是这样，其实。世界上不是只有自工人在解决这些问题，因为那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人，他们其实也同时在瞄准它。哦，那他们就想出了他们的策略。哦，他们有自己的一些 people 啦。哦，那有些 people 我必须承认比我们高干多了。我个人真的觉得我们自工人不必修统计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尤其我们在说我们在处理 big data， 我们是 data science， 居然没有统计，这个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告诉你，基本上所有最佳化的问题，我实际上如果真的 input 成一个 program， 套到某一个应用问题上，那个应用问题上的 data 的 distribution， 它的分布通常是有特色的，啊，那个特色通常我后来发现面试中的人。通常不太管那个测试资料的 data 有什么特殊的 pattern、特殊的分布，因为我们对资料，我们号称是 data science， 那我们对资料的敏感度，我必须坦白讲，在我这么多年来看下来，大部分的 lab 对资料的敏感度其实不高，但是在统计学家里面，他们对资料的分布、对资料的那个敏感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当他们设计这个最佳化的策略的时候，一定都要考虑到资料背后的分布是什么形状。然后去设置那个方法，这个听起来有点抽象。那我举个例，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讲过很多图论的问题嘛。其实我们讲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特别讲那张实际的资料倾向是什么样的形状。比如说它可能倾向不是乱举啊，它可能是完整图，或者说通常在网络上哦，通常大家看到都是 hub， hub 意思就是说哦，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啊。会高度的连接，有些是稀疏的连接，就是说这个图的形状其实是很重要的。当你想要去解决最佳化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可以进一步知道你手上资料它的分布的形状，所以分布在这里有点抽象。主要讲就是大部分图都是长这种形状，很重要啊，因为这可以帮助你去设计一个更贴近实际资料的或者说更实用的演算法出来。那 anyway 那一块的人，我统称他们叫 statistical learning 的那些人啊，他们有他们的招式，然后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那个math fans 啊。那为什么会提到他？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事跟跨领域研究，所以我每次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computer 非常多，就不只是 computer science， 这些人也会来跟我们 computer， 所以大家那个 program 私传的 data 时间比较多。谁最准，谁最快，发现我靠，这些家伙很多时候都打败我们，叫我们要上一点怎么努力的去解决一些最佳化的问题。但是实测结果，发现这个统计学家有些人做得好的，我们真的是追不上他。那关键就在于他对资料有做一些特殊的那个最佳化的调整。好吧，所以这个大家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那我最后一个才是我们这门课的重点。其实早在三四十年前 ，NP-Comp 的那个证明的那个策略出来之后，下一步大家马上想的就是说那些问题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最后一个 ，NP-Comp 其实是传统的 Computer Science 对付那些 NP-Comp 所想出的一些种种策略。注意，它是一个大帽子扣下去，里面会细分很多门派哦。但那个我们这门课最第二部分的哦，就是告诉大家说，传统的电脑科学它是怎么去对付那些 NP-Comp 的。那基本上
近视。近视眼算法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去追求找到那个最佳解，他只需要去逼近那个最佳解。然后我等一下去更正式的介绍，然后可以跟大家讲，其实底下这三类通通都是，就是不管是第二类的 curiosity 的 search， 或是第三类的统计的学习，然后第四类的近视眼算法，全部都是在逼近最佳解。讲白话就是，你有一个方法可以保证他找到答案是最佳解，只有第一个例外。所以 that other 就是你一定找得到最佳解，你的目标就是要找到最佳解，不然不敢修。剩下二三四类呢，全部都只是想要去逼近最佳解。所以那你说那这个好吧，那这样子好像很难比耶，那我比，对，所以两种比法。就是说到底谁比较好，通常实务上是这样，如果你做应用领域的话，包括写出来 ,data 来测一测啊，看谁过谁啊，所以实务上是这样子，但是在传统的 real side 有另外一招度量的方法，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数学严谨的工具去评估说你这个演算法是不是真的比另外一个好，那也是我们最后这门课的第二个重点。那其实这个字哦，近视眼算法是个大帽子，它扣下去的时候，其实里面可以分成很多的那个之类的或者技巧啊，我会慢慢一类一类的走过去了哦。第一类叫 deterministic， 啊 ，deterministic 的技巧就是说，你任何一个资料进来我这个眼算法，你出去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这样啊？对，会不一定。第二类叫 randomized。你同一个资料进来我这个演算法，我吐出去的答案每次跑每次可能不一样，因为我在猜答案，所以 randomize 其实就在猜那个最佳值，所以刚刚我讲的第二类就是这样，其实也是在猜，但是其实传统团标赛就有 randomize 系列的那个技巧，其实两个是我刚刚来看精神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利用电脑快速的，因为电脑算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可以 GMP 利用它那个 power 去大量的去猜那个possible solution 的答案。所以 randomize 的特色就是从来都进来，我每次吐出的答案可能会不一样。那第三类是更进阶更复杂的，叫做放松的技巧，就是让碰到再讲。后面那两类可能不太能解释了，所以我先讲。那我在这边课本的话，它其实后面最后一两个章节有 cover 到近视眼算法，但有些取材我们会从额外的那个教科书去抓进来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图书馆借啦。但如果你想借，你看我的封面可以好啦，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正式介绍一下怎么去什么样的一个演算法，我们称之它是一个传统认定的近视演算法。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你吐出来的答案必须是 feasible solution。feasible solution 意思就是说，你吐出来的答案必须是这个问题合法的答案。什么叫合法的答案？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可能介绍什么问题啊？比如说介绍 SAT 的问题啊，就是最佳化的我举个最佳化的问题，我现在快忘记要找到。比如说之前我们介绍一个 click 的问题，就是说变成一张图，请问里面是不是有比如说有三个 click 存在，那基本上实务上问的最佳化问题其实是给你一张图，问你最大的 click size 是多少那你必须吐出个合法答案，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答案，而且比如右边这张图有一个三 click 存在，那是不是合法？是啊，因为这里有三，这里有四，因为这里有四个 click 存在。第一个答案必须合乎那个问题所的。所提到的要求啊，所以这个数叫 feasibility， feasible solution 啊。那第二个条件是说，像这个英文单词，我觉得有一点点个人不是很喜欢的，叫 checkability。讲白话就是，你提出的那个近视眼算法，你一定要给我 polynomial time， 因为如果你还给我 quadratic polynomial time， 那就没意义了，我倒不如去暴力搜寻就好了。所以当然。第一点跟第二点是，第二点是要去留这个时间一定要够快，所以因为我是牺牲那个解的品质来换取速度的改善，那当然就是那个时间第一个要求是要够快。
第三个是最困难或最关键。其实所有近似演算法大部分我们都只讨论第三点，你必须想办法去证明这个近似解跟那个最佳解的比例不会差太远，听得懂吗？第三个是关键 就是说所有的演算法你可以自己天马行空去想一堆奇奇怪怪的演算法去解某个问题，但是我们只会说那是个 heuristic algorithm， 除非你证明了第三点啊，当然第二点通常都有得到，就是第三点就是说你必须证明出来的答案我们通常叫近似解 approximate solution 跟 optimal solution 最佳解，它的差距不会太远，差距不会太远，所以这个稍微最难理解就是这个。所以我举个例子啊，有时候我讲白话叫 solution quality， 就是说你这个解的品质是不是很好很好，就是说你跟最佳解越逼近越好啊。所以我假设注意看右边有一个问题是叫做PSP 的问题啊 ,Traveling Self Name Problem 啊，这个是一个有名的一个经典的老问题啊，就是说给你一张完整的图，注意看基本的这个 complete block， 这两点之间都有边跟权重。那请问你会不会一笔画经过说给你测试到原点，然后呢看出来哪样子的画法它的成本是最小的哦。成本最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随便乱画哦，你可以 ACBB 这样子绕，啊你也可以比如说其他绕法，其实文桥就是多了哦。这样子绕法也是可以的哦。等你发现这两个绕法就经过统编。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请问在所有可能的手法里面哪一种它的成本是最小的、那比如说这个例子来讲，这个例子来右下角这个例子来讲，注意看哦，右下角2什么东西，右下角这个例子来讲，它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它是新功能，害我不能画了，那我怎么办？糟糕了，让我稍微思考一下，这个叫做它也叫做给我每次发明那个奇怪的东西，哎，我这个是用橡皮擦慢慢擦。好，那我们重来一下，这个右下角这张图，假设它的最佳解，我们看出来是这样子走 A B。CBA 啦，我发现是 ABCDA 啊，一个少一个 A， 好，这样绕回来。好，请问，我们先算一下啦，假设这是真的最佳解，请大家先相信哦。那它的成本是多少？20+30+12+35，加起来是97，所以是 Optimum Solution 的那个成本。这 TSP 其实是个最佳化问题。好，可我可忘了跟大家讲，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之前有讲过，你们都很搞混哦。其实我们实务上大部分在解决的难题都是最佳化问题。最佳问题就是我要找出这个东西的 maximum 或是 minimum 的那个 solution。但是我们在证明它难度的时候，退化成、简化成 decision 啊。所以不好意思，我忘记交代这件事。其实我们现在回到最佳化问题，就是日常生活。就是像这个给你账户，其实真正想问的是哪一个 tool 哪个手法它的成本是最低的，所以这个注意假设这个答案是这个发现97啊最佳解。好，那今天假设你想出了一个方法，你提出了自己一个演算法，然后呢你可以找到一个 possible solution， 它的手法刚好是另外一条是ACDBA， ACDBA， 所以我们换个颜色画一下 ACDBA， 那这是42+12，42+12+30+20，所以这个全部加起来是108，可以吗？所以这个是你近似解的，注意是 approximate 的近似解的那个。找出来的那个 cost 是108，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这样
不可以去评估了。这个解的好坏意思是什么？就直接把它相除，哦，就是108除以97，嗯，那我们得到多少？1.1134，哦，1.1134，哦，1.1134啊，好，所以你可以发现是什么？就是说，当你这个近似演算法，如果你找出来的答案越逼近最佳值，对于最好的答案是97，你现在找到108，离它还有点距离，距离多少？相除下来1.1倍的，哦，1.1倍，啊。另外一个 ACBD 也是另外一个答案哦，嗯 ACBDA 是，嗯，两个档期 ACBDA 哦 ACBDA 可是另外一个那个一个走法，假设另外一个走法是141，那你除以97就会得到另外一个比，这比当然比它更大，因为它141又比108更遥远，所以 conclusion 是这样，近似演算法，我们刚刚讲的第三个条件。回到我们刚讲的，我刚讲它最关键是你要有办法去证明出来，你这个近似演算法的 solution quality 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近似解跟最佳值相处得到的比值是多少？所以如果你今天相处的比值得到是2，哦，那就说哦，你这个是一个两倍的近似演算法。如果你想到是像刚1.1，哦，那你这是1.1倍的近似演算法。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想出2，你想出1.1，好，你就可以相啊，就可以劝我的比你的来得好，因为1.1更接近一嘛，因为你越逼近最佳值，你的比值就越趋近一嘛，好，所以这个是近似演算法的那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第三点。如果你天马行空想出一个演算法，我们都只能说你是 heuristic 传统的 real science 啊，除非。你可以进一步去证明你的解的品质，哦，你的跟最佳解的距离是多少，哦，那我们才可以说，哦，好吧，这个是啊，我们认可的一种近似演算法。啊，听到这边，我需要暂停一下了。正常的听到这边，如果没有疑惑是不好意思。你们没有觉得哪边很怪吗？就是我刚，哎，听得懂吗？刚刚我是说，你针对这个 TSP 问题，我们不用这 TSP 来讲啊。今天假设我的任务是这样，请各位同学回家交个作业，是去解决这 TSP 问题。好，那你必须提出你自己的想法。那我告诉你，我们提出完之后，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这个近似演算法跟最佳解的比值，哦，说不会超过两倍或三倍，不管你是多少倍，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件事呢跟不太对？啊，哎，对呀，啊，这不是鸡生蛋蛋生鸡吗？我今天知道最佳解，我还需要近似它吗？我就直接吐出去啊，对不对？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对啊，最佳解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件事很矛盾，对不对？他要你证明你的最佳解的比值，但是你又不知道最佳解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吊诡的一个矛盾哈。那么想到下个，第二个我会跟大家讲的啦。如果你真的像我刚刚那样证明，你要怎么证？这世界上的图有无限多个，啊，就当一个方法说你真的把所有的图的最佳解全部穷举出来，那是不够点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无限多种可能的图吧，所以最佳解其实我们是不知道它 是多少，而且你可以发现不同的图就会有不同的最佳解，我怎么可能证明得出来呢？所以后来可以知道它当然不是这么做的，这么做就没办法搞下去了。所以其实看一下后面有什么提示的啊，这边我用的符号哦，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哦，就是这个加了星号的 C star 是代表那个啊，最佳解，然后 C 是代表近似解 ，C 是代表近似解。那所谓的对 approximation 的 area， 它都一定要证明这个 approximation 的 bound 或 ratio 啦，有的加就直接加 ratio。ratio 的意思就是这两个相除啊，所以其实
你二除以一跟一除以二是等，这个是相对没有等，所以你比如说看到，我这个演算法是两倍的近似的演算法，或是零点五倍，一除以二零点，基本上是一样，因为谁分子谁分母都可以，因为它是相对的哦。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是谁当分子分母的，你越趋近一的都代表越好。所以，但是这个难的吊诡的地方就在于说，针对任何一个问题，我要如何知道它的 C star， 它的最佳解，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其实违反各位的直观是这样子的，它其实并没有真的去求出最佳解。等一下，我们马上看介绍例子啊，大的概念大概是这样，我不知道最佳解是什么，但是当我想出一个演算法的时候，我试图去估计在这个演算法底下那个最佳解它的upper bound 或 lower bound， 所以 upper bound 或 lower bound 就是说，比如说今天如果我是 TSP 的问题，我用在这个例子来举一次，今天当它实际上是多少我不知道哦，虽然以这个例子来讲是97的哦，但是那个 C star 实际上是多少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试图去估计出来那个最佳解再怎么厉害再怎么好，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哦，它一定会大于等于比如说80、就这样子啊，就是当你问说这怎么做到，你需要看一个实际的例子，但大概就是这样，我试图去估计出来这个最佳解，不管在什么样的图形下，什么样的权重下，它再怎么好，再怎么厉害，也不会，比如说低于80，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性质去估计出我的近似解的 worst case 的那个 ratio，worst case 的 bound。所以实际上我们在估计的时候是做一个 worst case 的 analysis，worst case 有没有印象？而且我们在分析时间复杂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估 worst case， 就是当平方其实并不是说你每次都那么倒霉，是有时候到应该说最倒霉你是会当平方的时间，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在估计这个 approximation 的时候，其实是在抓它的那个 bound 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最佳解起码找出它的一个底线的啊，这太抽象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看一个那个有点感有些有肉的例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课本的第一个那个例子，所以这第一个例子是一样的，你要先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所以我先一样从问题第一开始，这个问题叫 vertex cover problem， 那这个 vertex cover problem 要注意一下，它其实要 cover 的东西是边，因为它是问一个点集合， vertex cover 其实是个点集合，他要去 cover 所有的边，所以比如说以这个图来讲，这四个点就可以 cover 所有的那个边，所有边就是这八条边，1、2、3、4、5、6、7、8，那如果今天让你有存在其他答案了，你也可以说我选了这五个点也是可以，但是你就花到5，这个答案只花到4，因为这五个点一样也可以 cover 所有的边，就是1、2、3、4，它也可以 cover 所有的边，但是最小的答案是4，这个答案是4，所以这个 vertex cover problem 本质上它是个 minimization 的问题，最小化的问题，因为它想要求的是 minimum， 最小的那个 vertex cover， 所以清楚吗？注意要 cover 所有的边，一个都不能漏，这问题要求的 feasible solution 就是出来的答案一定要 cover 所有的边。可以吗？那这问题是 NP complete 的，那是为什么？就后半段我们就不再证明它了，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它怎么去解。好，那我们直接看个例子比较快，这个是 pseudo code 的，你可以看这个 pseudo code 非常非常的简单，当这个边的集合还有边的时候呢，我随便抓一个边出来，然后把我的近似解看那边上面的两个边，就是抓一个边，一个边两个边，那两个边就这样丢到那个我的近似解答案去了，然后呢 ，remove 所有相邻的被 cover 掉的所有的边，重复这个动作，直到所有的边都被 cover 为止啊。所以这是它的 pseudo code。那我们看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原来的图是左上角这个状态，可以吗？那根据刚刚的演算法，
是这样子的，你这个图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哦，有八个边，随便挑，随便挑一个边出来哦。那我们是乱挑的、啊。假设我现在挑到这个，哦，先挑到 BC， 好，那 BC 就注意哦，因为我要挑，我其实是那个 vertex cover 其实是直线的，所以我就把这条边上面两端点 B 跟 C 加到我的那个答案。所以 BC 现在已经进入我的那个近视节里面了，但因为 BC 是我挑的点嘛，所以我怎样，我可以把它旁边所有的边全部都干掉，因为它都已经被这两个点 cover 了，所以当然这一二三四个边其实都已经处理掉了，可以吗？可以吗？好，所以再来就 recursive 吧， recursive 就是说接下来就从剩下这些边，注意只剩下四个边了，现在只剩下四个边了，我再挑一，随便挑一个出来。好，那假设我挑的是 CF， 这个 EF， 所以以此类推的，就是说，假设我下一个我挑的是这个，E 跟 F， E 跟 F， 好啦，那一样的 E 跟 F 加进去的，所以 E 跟 F 周围的边全部把它干掉，所以这两个边又被干掉了。那最后只剩下什么边？剩下那个 B 跟啊、哦、那个 G 的边啊、哦，关键就是有点小啊、哦，就最后那个，所以最后因为还没有清完嘛，所以最后还剩下一个边，你只好乖乖的再挑它，所以我的答案就变成 B 跟 G，B 跟 G， 所以最后我的近视解其实总共挑了六个边，注意，在这张图里面我花了六个点才 cover 所有的边，哦，可以吗？这是个近视的观念，这是一个我们还没有证明它的解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法操作就是这么简单。注意它的重点在于它是要它是以边为单位，边为单位。好了，那以这张图来讲，其实它最佳解是几个点？在右下角，最佳解其实这三个点就够了。如果 B 跟 E 跟 D 的组合就足以 cover 所有的边的，好，可以吗？以这例子来讲，是这三个点。就可以看到所有边了，所以我今天出来这个答案是六个边，所以我这个 size 是六，最佳解是三，当两个直接相除，知道它差两倍，差两倍嘛啊、哦。那想到这个方法的人呢，其实他并不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是两倍，他直接宣称了，你给我任何一张图，我刚照刚刚这个方法去操作，我保证你，我再怎么差就是两倍。所以我举的这个例子刚好是我的这个演算法的 worst case 两倍，但是再怎么着也不会比这个还来得高、哦、所以他等一下就要证明这件事。为什么这个图只是个示意，他是想真的想要跟你讲的是任何图都是两倍、哦、好吧，所以这个了解这个近视演算法这边、哦、第二步你要知道他方法操作的啦，这方法还没有成型的，就跳边，然后把边的两端点加到点，然后砍掉所有相邻的边，重复这个动作，直到所有边都被 cover。有没有需要再解释？因为比较知道方法怎么弄，才可以知道它证明怎么玩的、哦、好啦，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证啊。那一样的，我们假设 C star 是 optimal solution。然后一样的 C 是那个近视解 ，as the approximate solution。那我们的目标，请记住我的目标，我们要知道 C 除以 C star 的比值 ，C 除以 C star 的比值或 C star 除以 C 一样的、哦、但是我刚刚一直提醒大家，其实那个 C star 它真正的最佳解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想要去找出一个棒。以这个最小号底，那当然通常数学叫 lower bound。你可不可以找出这个解，再怎么厉害？你的最小号的问题，就是说那数字越小越好。但是我们第一步其实是想要知道这个解再怎么厉害，它也不会低于某一个特殊的数值，那就叫 lower bound。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找出来呢？很简单，以这个例子来讲，请问这个最佳解。它的 lower bound 是多少？那你注意看，回想一下这整个演算法的操作，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每次操作都是挑边，
那么如果假设这个大 A 啊，大 A 是那个集合，就是那个是我挑的边的集合啊，所以刚刚例子来讲，我挑了，刚刚忘了，我先挑这个边、这个边跟这个边，我挑这三个边，所以大 A 就是代表那三个边的集合。好，这个时候我可以直接宣称，那个最佳值是多少？50块，我知道了。但是不管在什么图形之下，它相对于这个大 A， 它一定大于这个大 A， 可以同意吗？就最佳值，比如说你这个例子来看，以我们那个右上角的例子来看，最佳值其实是这三个点的 B、E、B， 可以吗？最佳值其实 size 是3，可以吗？最佳值其实它的那个啊，花的点数是3，啊，我左边花的边数刚刚好也好，刚好也是3，所以当然哦 ，C star 大于 A。好像成立，在这个例子上好像成立，但是他要宣称的是，在任意图底下，这个性质绝对绝对都成立。最佳解 C star， 它的点数一定大于大 A 就是边数，来，那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C star 一定大于边数？因为我这个写上去我忘记了，换个颜色，好，原因是这样子嘛？你想想看，你今天挑的那三个边，那个最佳解，我不知道最佳解是什么了。我今天挑的这三个红红的边，最佳解是一定要去 cover 到它，因为我今天这个问题是要 cover 所有的边，啊，那三个红红就是大 A 那三个红红边，我最佳解就是。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啦，我只是举例，第一个那个 B 或 C 这个 BC 这个边呢、啊，我最佳解要么一定要有 B 或 C， 要么有 C 嘛，两个至少要有一个吧，可以同意吧？我不可能这两个都不放啊，我最佳解不可能不包含 B 或也不包含 C 啊，因为我最佳如果没有包含 B 也没有包含 C， 我靠，那 BC 这个边就没有人 cover 它了。所以其实针对那个红红的大 A 的那三个边哦，你可以发现最佳解我一定两个 BC 至少包一个。一样的，这 EF 我可以两个都不要吗？我扣零啊，我一定两个最佳解，我 E 或 F 至少要挑一个啊，不然这 EF 边就没有人 cover 了、啊。所以同理啊，这个 BG 也是一样啊，我最佳解 B 和 G 一定要至少把一个上去的、啊。那这三个 A 完全都是 strong， 它都是不相连的，因为当初我们有一个最底的地方是在我挑了 B 跟 C 后，马上把所有的边邻居边都卡，边都被卡了，所以会造成这个 EF 跟 BC 的边它是 strong， 就是不相等的。所以我这两个边都一定要各摆上一个边。最佳解不管它再怎么厉害啊，这三个边它也要帮我们 cover 掉，这可以同意吧？所以我可以宣称下面这个式子：你这个 C star 的 low bound， 就是说这最佳解再怎么厉害，你也不可能低于。大 A 或者是这里是三个边的、哦、至少要到大的三、哦，这样就看出来。所以他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 low bound 就看出来了。我 C star 再怎么厉害，不好意思啊、哦，你再怎么低，你也不会比这个大 A 来的低。所以我看出了一个他的 low bound， 这听得懂吗？这边听得懂，我看一下这个算不算中啊？这么多人举报价，对吧？这么多人没有举手。所以已经挂掉了吗？不然要问的。我先把它讲完了，因为其实已经关键已经没了。因为第二步就是说，那我去看近似解。那、啊、请问近似解是多少？它相对大 A 是多少？近似解是多少？2A 嘛，因为我每个边都要挑两个边的、啊，我有三个边我就要六个边，十个边我就要20个。我近似解永远是跟边数乘两倍的，所以我知道我的近似解其实是 2A 啊，最佳解是怎样，大于 A 啊，所以我两个相除一定这样。所以其实最后其实 conclusion 很简单，就是因为抱歉在这里，因为我的近似解的 C 它刚好就是 2A， 然后那个 C star 它又是大于 A， 所以我 C 除 C star 可以 conclusion 它一定是相除两倍。
所以我这个演算法它是一个两倍的近似演算法，讲白话就是不管在任何的图形下，我跑这个演算法，我跟近似我的近似解和最佳解的比例相除下去，一定 worst case 是小于两倍，注意是 worst case 哦，是 worst case 的分析哦，啊，所以要接着讲完了。好，那个你有没有想问的？那边就乖乖。所以你下一次要期中考，是不是每次都会考的？所以那个，既然各位今天既然愿意爬出来上课，就是爬出来爬起来，爬起来上课哦。那个，可以利用这个，呀，去澄清你个人的问题啊。哎，我是说，如果你来教室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当场不倒，不然回去看 YouTube， 当然就是我刚才的那一些了。你们哪边觉得很怪，我听不懂？你这个算是比较相对单纯的，所以 key point 我再 review 一下了，就是说我其实是要求 C to C star 的意思，但是真正实际上我是想办法去估计它这个 C star 它的 lower bound。哦，比如说以这例子来讲，我看出来它是那个大 A 的哦，那其实我看出来它其实再怎么低，它也不会比那个大 A 来的更低。也就是说，它最佳解再怎么厉害，它跳的点数也不可能比这个边数来的更少，因为边都一定至少百边，它一定要百个点，所以造成它这个比值的 low bound 就被看出来了。哎，请讲。我想问一下 ，C 跟 C 上的问题。不好意思，你说 C 跟 C 上的。对 ，C 跟 C 上。那哦，旁边那个是。对，不好意思，这个不用绝对值啊。这个应该是这个给错。因为我定义 A 是个集合的，啊，绝对值代表集合的 size 的，不好意思。啊 ，C 跟 C 上你可以直接就，其实这样看，因为有些人会说哦。其实这个，因为有些人会说 C star 可能是最佳的解的集合，其实看它怎么定义的。C star， 因为有些人真的会比如 C star 的是最 optimal solution 的集合，集合就是那个解的集合。哦，那这时候就要加，那我就加这个绝对值。所以其实这个关键是看你定义它是那个值或是那个集合的。不好意思，有时候我这两种都有人用，所以有时候我就自己比较辛苦的时候才打错了。但在这例子的下，我应该是代表是那个最佳解的那个，vertex cover 的 size， 不是指 vertex cover 的集合，所以我这边应该把这个绝对值去掉，好吧？所以谢谢你提醒啊，这个应该把绝对值去掉。好了，所以看是有哪些点需要澄清的吗？没有。啊，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在一个分布之类的。下导出一个不是一点五倍的值，那可不可以说出一个集合的最大值？一点五倍的值。哦，你问到的是一个好问题。那现在是说，因为所有的 NP 的问题，通通都可以 reduce 到我身上来啊，所以我今天如果是个好问题。我们今天其实是对里面的某个问题，你说求出两倍的近似演算法，那你说可不可以宣称这边所有的问题通通都有两倍的近似，对不对？你们觉得可能吗？答案是没办法。哦，但是有些特殊的状况，如果你用一个特殊的应该精准来讲是这样，我才能很精准的、更精准的回答这个问题。基本上没那么爽，因为这个事情有点困难的地方在后面我们会提到。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最佳化问题哦，它可以被逼近的程度是有上限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可以有两倍，不代表其他问题也可以两倍。这个是我们后面会证明，每个问题都有它可以被逼近的程度。我们确实，我目标是要大家逼近一，但是很抱歉，有些就是比较难逼近，有些比较好逼近。
所以光是这件事，你说两倍，可不可以说所有 NP 里面你都可以两倍？这件事就一定不成立了，一定没办法成立。我先告诉你答案，之后我们会告诉你为什么他没办法提进啊。但是有一些是真的可以的，这边可能瞬间没办法帮你去注意。就有一些他的问题，当初你在做这方面的时候，我现在下去查看，但是少部分的问题，他确实是，如果那个问题他有意见，可以，他也会跟进，但是这是少数的个案，不是通证，可以吗？因为有一些部分的是可以的，但大部分是不行。其实大部分的在我印象中是不行。所以说你每个问题其实最后还是个别去攻破啊，或者个别去处理啊，个别去逼近啊。哦，那你没办法找出一个通则说，哎，我这边找到一个两倍，全部都两倍，目前是做不到的。这个答案你可以非常有信心的说 no。好吧，所以这个是好问题啊。就说 NT Compare 的帮助其实是在难度上面告诉你它是一样的，但并没有告诉你它可逼近的程度。或它的近视眼算法是可以通用的哦，这件事有一点吹皮啊，我应该这么讲好了，近视眼算法一定可以用的，因为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追到它身上，所以就可以用这两倍去求解是没有错。但是你没办法说你这边求出来的解回到原问题上，那一样是两倍，这有点难讲这样。就是说，如果你单纯是问说是不是所有 NP compare 的问题都可以用刚刚那两倍的近视眼。答案是 yes，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 reduce 到 vertex cover 啦，这是没有错的。所以你那两倍近视眼算法当然可以解所有的问题，没错。这句话到现在都没错。但是最后一句话你说这个眼算法在 vertex cover 上是两倍，那我回到原来的那个 TSP 问题，很抱歉，它就不是两倍，它不一定是两倍，大部分都没办法直接适用。因为这整个分析的过程，你要知道它其实，你注意看，它其实是。完全是在 vertex cover 上在证明的，就说刚刚两倍的证明，其实是在 vertex cover 上，因为你看我证明的时候用到的那个边数，是指这个 vertex cover 上的那个状况，就可以想象，今天如果说我再举个例，他提问那个很关键的好问题啊，就是说我本来是个 TSP 问题，那我现在证明的两倍是在，注意是在这个空间上，它是两倍，但是你原来的。要怎么弄？这个搞没有？对。那现在多了好多新功能，所以话我瞬间都不知道怎么画。各位，你知道那个分页要怎么关掉？关都不知道怎么弄。有人知道那个分页怎么关？有没有人用 iPad 的就告诉我一下。那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更新，然后就会多一些奇怪的新功能。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要怎么弄？白色的哪一个？哦，我看到了。哦。在这里，所以那为什么他这样就会有时候过？因为我经常在这边写，他会滑过来，所以我要怎么去关掉这个讨厌的功能？就是我看我刚刚在这写嘛，可有时候他就突然滑过来，现在又不会，我就没办法抓到那个 paper， 就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在思考这个讨厌的东西要怎么关掉它。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像微软。你知道吗？微软就是一堆你不要用到的方群，它就一直塞给你，然后你都找不到去哪边删掉它。所以我说它正在退化当中。我讨厌这么复杂的东西。啊？多工处理啊，好吧，这个你多个 app， 手势是什么？应该关掉这个就没了，对不对？我刚刚讲的其实是说这样，因为当我如果证明其实那个大 A
这个边数这个性质，你看这几个性质成立 ，C 等于二 A，C star phi 等于 A， 其实只有在 vertex cover 成立。你在左边的 THP 问题，就算你真的是 reduce 过来，左边 THP 根本没办法，这两个性质都没办法成立。所以我说这边是两倍，很抱歉，你没办法说左边是两倍。但是你可以说 THP reduce 过来之后，我套这两倍，所以我得到一个答案，没有错。但那答案在 THP 的空间上，它并不是两倍。所以这个是非常细微的那个差别。好吧，所以哎，那个 vertex cover 有没有其他问的？有没有其他想澄清的？没有哦，没有那个那我们下面那个会更难，稍微有一点点啊。我们下面其实就是要证明 TSP 这个问题的它的一个解法啊。我讲那个在下课啊，稍微一点啊。TSP 这个问题呢？其实广义版的 TSP 问题是给你一张图，然后任意两点之间的边的权重是可以任意的。但是在广义版的 TSP， 我们在稍微在后面一点的期中考后，我们会告诉你它其实是不好逼近，不容易逼近的一个问题。哦，就是有些问题好逼近，有些难逼近。那这个课本上或者我们今天这个。图片上讲的是一个特殊版的 TSP 的问题，它满足了三角的等式。所谓三角的等式，就是说两边任何一个三角形啊，两边长一定大于第三边。哦，那有人叫这个 matrix bar。哦，那基本上为什么它是合理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套用到真实世界的地图上，一定满足三角的等式嘛，两边各大于第三边嘛，这个同意啊。所以这个 TSP 问题其实原来问题是广义版，它并没有要求两边各大于三边，但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注意是个狭义版的 TSP 问题，满足这个三角的等式。那，好吧，就这个式子，就是说任意的边都应满足这个性质，两边各另外三角形两边各大于三边啊。这个图当然就因为它是完整的，所以有一大堆三角形啊，那我们就不一一去看了。好啦，那我们今天其实解这个 TSP 问题呢，以下的方法就稍微，刚刚就没什么学问啊。其实刚刚各位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前面那个超没有学问的，前面那个叫演算法。对啊，各位你就回想一下，这个叫演算法，我随便挑个边，随便挑个边，没有任何半点智慧，没有错的。所以其实这个方法是没有任何半点智慧，完全没有错。但是我会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事情，这 vertex cover 这个没有智慧的解法，这个两倍悬得非常非常久，过了好几十年都没有人想到。大家看到这个这么没有，不要说大脑，这几乎没有小脑的，就是小脑，就是随便跳个边，那不是叫我弟弟妹妹来也是这样解。对啊，然后比你弟弟妹妹厉害。这个是我告诉你，这两倍就是学了几十年，我应该印象中有没有人破解？我好久没查了，我查一下啊 ，vertex cover， 其实我也蛮好奇。好吧，他恐怕还悬着。破解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人比这两倍更好的想出来？我想可能没有，我直接看 wiki 的比较快，因为放 wiki 的 update 比较。Approximation variation， 基本上各位，我举的所有的例子啊，你可以在那个 wiki 上去看到啊。True approximation， 我看有没有更直。所以 true approximation 刚刚我们讲的，我只是在看它有没有更好的。哦，终于有人突破了，感谢上帝，各位。Satisfactor factor。有稍微好一点点，二减去哦，一个很复杂的式子，自己打分号 log 一根一，哦，2009年，难怪哦，好，所以那个好了，不好意思，真的有人突破二了。可是各位，你知道从这个两倍哦，这两倍都要哦，这都要几十年前的啊、哦，到这个2009，大概过了至少30年，都没有人想出比两倍更好。那、啊、你说它的好吗？有了好一滴滴的，也没好到哪去的啊。所以其实 anyway， 所以那个这是特殊的组合、哦、
所以 anyway 就是说这个其实虽然乍听下没什么智慧，可是你真的要去说你 worst case 任意图下会比两倍更好。嗯，保险这个点很难，万一我简单很早就被想出来，回过几十年才有突破一点点的，看起来那突破也不是很大啊。好，所以所以就是就稍微讲一下啦，你们可以回家自己去想啊。我告诉你，如果你回家，你告诉我，你只要想到任何一个演算法可以比现在这两倍更好的，只要超难的，这门课可以不止可以过，如果打掉被老板说你可以毕业，但这一定是可以的，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简单，对，其实蛮难的。你是绝对值得毕业，因为没有一个全世界没有多少人想得到比这个更好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后面要讲这个稍微有点小小的那个演算法进来啊。那个要解注意，我目标是要解那 TSP 的问题啊。注意 ，TSP 是要找出一个 TSP 2哦，经过所有点是回到原点啊。但是这个演算法操作过程，会去用到各位以前学过的一个最佳化问题，叫做寻找 minimum spending tree。你让他们讲什么是 spending tree。给你一张图，所谓的 spending tree 就是它可以 spend 所有的点，比如说这个OK 是啊，比如说这其实这一个图片有很多颗 spending tree 的啊，所以我随便乱画，比如说这样子也是的啊，这也是 spending tree。那当然我在上面红红的那些边也是另外一颗 spending tree 啊，就是这些红红的啊，那其实也是另外一颗 spending tree。所以给你一张图，其实也可以有很多很多颗不同的数去 spend 所有的点，那这种 spend 所有的点叫 spending tree。那么 minimum spending tree 就是说在所有的 spending tree 里面，请问哪一颗它的总和是最小的？那这个问题是属于 P 的问题，因为它可能不太可以解，因为你们以前都学过了。好，这边我们先稍微简单一点考考大家，请问如果给你一张图，请你求出它的 minimum spending tree， 请问要怎么求？有没有人记得？有好几个解法了。有没有人还记得？忘记了，没有学过。问题啊，没有学过举个手看看。Minimum spending tree 的那个解法，没有学过举个手看。哦，有一个哈，不好意思，那你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剩下都学过了，那我们就到随便点。我在想，我这几天遇到哪个老师？我就遇到好几个，江维国老师，刚刚我走过来，他跟我打招呼啊，江维国老师，江维国老师，有没有江维国老师的学生？没有人笑啊，真的这么惨，我有点不耐心，我一定在做装饰，所以我找了一个系统，可以快速知道现在下面是谁的那个学生的哦。这东西要怎么克服它？因为这个东西不太可能列入我们开发的首要的那个目标，但是我个人需要。想看看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打开那个。各位还没有人登得进去的，我看到人家很多人说你登得进去了。为什么界面感觉不太一样？为什么界面感觉不太一样？这太神奇了。为什么在界面整个变成？是我之前用的，只要画面大的话，界面就会变，就会变这个样子。哦，所以它解析，因为解析度变了，是不是？哦，我还第一次知道哎。
这个好像叫什么？观望的，这个叫什么 ？RWD 的那个，哦吼，是吗？这是 RWD 的那个作用啊。哎呦，他转变这样害我那个在宕机了。好，我们就一个来蔡秉成，蔡秉成同学在哪里？蔡秉成是谁的学生？发现蔡秉成有没有认识他？蔡秉成没有人认识他，真的、啊？廖艺术啊，太好了，好，那个廖同学，那个欢迎去，请问你怎么？欢迎这样有学过啦、啊？你会怎么解？有很多个人。好 ，Lifestyle 怎么放？放两个那个调，我们距离这个偏大，然后好，那假设我们把这个设、就这个好了，这张起点，然后呢？好，把它的距离设定，然后就从剩下的10分钟，然后比这个的时候把它跟其他点先前的点，然后。比如说如果起点是这一颗了，起点是这一颗，然后呢，那这时候呢，它相邻的是这两个点，然后比如说下面那个会怎样，把它改成什么？把这个点改成3。对，然后这个改成是4嘛，然后呢？然后再把就是那个起点就是加找到的那个数据中，把它给找到那个区的剩下点，然后做一个把它。哦，非常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是说，所有的那个点都有一个 key 值，把它送好，或用 priority key 去存了，然后我抓最小的再出来。所以下面最小的是这3号点，对不对？是吧？对。所以三号点抓出来的时候，再把旁边的值修正，然后这边可以8，然后这边可以10。所以这边就有点复杂，这边有10，这边有8。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再挑哪一个。我会再挑8了哦，可以吗？就重复一直做，所以这个 spanning tree 就会慢慢的扩大。就说这个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那个发明这个人叫什么？问一下，这个演算法叫什么？叫 queen， 问一下 ，queen 的演算法，就是 queen 演算法，就是说你去慢慢的去成长一颗 spanning tree， 那其实它背后是一个 queen 的，就是说，因为这 spanning tree 刚好被 queen 压了边际。反正就是我每次就是看这整棵树周围相邻的边哪一个最小，然后如果是3，我就只挑3。我这边这个跟这两个点合并成一个 spanning tree， 我就不去证明了，反正就可以证明它一定是最佳解的那个 spanning tree 里面啊。所以以此类推就是重复，既然在挑8，就重复做，然后再挑2，然后可能再挑挑10，再挑5。所以是规律的展开成长这颗 spanning tree 啊，所以这叫 fit 演算法啊。另外一个叫什么？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名，你知道一定会讲。另外一个是怎么做？Cruise 啊 ，Cruise 怎么操作？没人记得。Cruise 的话就是一样是规律啊，但它是不是长一棵树？它是。random 的去把一些 strong 的 spanning tree 合起来，那整个白话它是 greedy 在边上，也就是说这整个图我就是 greedy 啊，它的最小权重的边，比如说它就会先挑这个greedy 就看啊，说我边权重最小是你啦，然后就先挑你啦，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3啦，就再挑你啦，然后再就挑4，再挑5，然后。不挑6，因为6会形成 cycle 哦，就这个制作上会不一样，它不过，然后再挑8、9、10这样。好，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crystal 啊，所以这个是那个 Pinball Spanning Tree， 所以不管你用哪个演算法，它都一定是同用用 time， 可以吗？它的时间一定是多项式时间。那这个问题跟解 TSD 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接下来真的要进到那个解 TSP 的问题了那他怎么做？基本上他先建构出 minimum spanning tree，
管你用什么演算法，你就是先那颗那张图，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先把它的 minimum spending 最找出来，找出来之后，直接做一个 pre-order traversal， 然后就注出那个 TSP 出口，所以听起来有点选，其实很简单，三步骤。一开始先找出那一棵树，就这个 minimum spending tree， 这个先找出来，花红都不要太累了。然后呢，做一个 pre-order traversal， 就比如说我们假设拿 A 当起点，这 A 当 boot， 然后开始做 pre-order traversal 的时候，开始拜访，比如说 A、B、C， 再就是 H， 然后再就是 B， 然后再是 E、F、G。啊，然后当然最后就回到 A， 啊，这叫 pre-order traversal， 对吧？啊，这是那个这个 travel bottom branch pre-order traversal， 前去拜访高文，啊，反正就是在拜访过程先看到这些 root 啊，假设我刚刚设一个 root 的起点，就从 A 当起，那就 root A， 因为 A 再看到 B， 然后 B 之后假设 D F 进去看到 C， 啊，那实际上实作是 A B C B H 啊。所以我跟实作上 EFS 外一定是 A B C 再回到 B 再回到 H， 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是看到的线图，所以 A B C H， 好，那当然之后如果 EFS 怎样回到 A 才回到 B， 但是因为 A B 已经吐过了，所以你就会直到放到 B 的时候才会再 output， 然后一样 B C 所以在 E F 再回到 B 再 G， 好，这是主句。所以这个 pre-order traversal 的那个，就先看到的点呢，他们就形成一个 TSP 的 tool。注意，它是近似集，也就是说，刚刚我这整个演算法的操作是，我利用这个 minimum spending tree 去走 pre-order traversal， 然后得到了一个这个解，哦，这个解，这个是一个近似解，它不一定是最佳解，可以吗？近似解固定最佳，但是有可能可视的，我感觉它很运气的。好啦，所以我们今天关于第二件事情，第二个例子，其实要告诉大家，这样子的做法跟那个最佳解差距很大。那最佳解是走成这个样子的嘛？啊，那我们不管，反正我们今天真的要问的是，请问刚刚透过 minimum spending tree 去走出这个 pre-order traversal。他得到的这个 TSP tool 是最佳解的几倍，可以吗？可以吗？啊，这个方法有没有需要澄清的？因为你必须要先知道演算法的方法。演算法这边，啊不，它的近似演算法这边有没有需要去厘清的？需要怎么操作的？找 spreadsheet 没问题的啊，找到后开始做这个深度拜访的啊，但是是pre-order 的那个 output。就看到的是快先吐出去，就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有没有如果没有要澄清的话，一样的，我们就是要开始去问说，那个最佳解跟近似解的比值是多少？那我们说过，这实际上不可能求出那个最佳解的比值，所以我们 always 都是在思考那个最佳解它的 lower bound 是多少。所以，抱歉，这边忘了修改。其实这个之前讲的 C 跟 C star， 不好意思啊，就是那个近似解跟最佳解，基本上是一样的啦，这边忘了换。好啦，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步一样的，抱歉，稍微，反正加星号就代表最佳解了，忘记了 H。啊，反正就是我想要知道那个最佳解再怎么好。它的 lower bound 是多少？那我们会说，你思考一下，这整个演算法的过程，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边多了一个 minimum spending tree 嘛，所以那棵树就自然被发明这个方法的人拿来好好的利用一下，因为这棵树不只拿来帮助他设计演算法，他也拿来帮助他去评估解的品质，所以他第一步就看出来一件事情了。其实这个 minimum spending tree，假设我们叫 T star， 这个 T star， 它跟最佳解的关系是什么？那你会发现最佳解其实是 H star， 最佳解其实是 H star。那
我为什么这种说话比较快啊？那边我让我借用一下这张，所以这是那个 H star， 然后这是那个 minimum spending account T 好的啊。所以你看左边右下角这个 TSP 做其实是个 cycle， 我这 cycle 上我各位可不可以同意？我其实可以随便拔掉一个边，它就是一棵树，这可以同意吗 ？TSP 做其实是绕一圈嘛。一个 cycle 嘛，我 cycle 拔掉任何一个边，是不是就是一颗 spanning tree？ 因为我经过所有的点啊，所以我拔掉一个边，我就是一颗 spanning tree 啊。但是跟这个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颗是 minimum spanning tree， 可以吗？什么叫 minimum spanning tree？ 就是我这颗 spanning tree 是所有的 spanning tree 里面成本最小的那一颗。啊，你拔掉随便拔掉一个边，你剩下的这个。只是众多 spanning tree 中的一颗，你有可能是 span， 你有可能是最佳值，也有可能，但不一定。所以我马上可以宣称一件事情，我是 H star 的呀，它一定是大于等于 T 嘛，可以同意吧 ？T 是代表这个 spanning tree 的那个所有边的权重的总和，可以吗？可以吗？我一定 H star 会大于 T， 也就是说，我帮那个最佳值找到了那个地板值。就刚我们说的嘛，我要说最佳点找到一个多方，对吗？哎，这时候就找到了，哎，哈哈，它不可能踢来的小，你再怎么厉害，你就是被我踢绑住的哦。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出来 ，H star 它一定比那个踢来的大，或是换句话来讲 ，T 可以当做 H 最佳点的那个多方地板值啊，啊，搞定了它。我还要搞定第二个啊，近似解。那这个近似解是稍微比较难以想象。近似解的话呢，要回忆一下，我近似解是怎么出来的？给任何一颗 spanning tree， 我其实是找一个起点，然后开始做 pre-order 的 traversal。我是这么做的啊，就是你找到一颗 spanning tree 后，我根据你那一棵树去做 pre-order 的那个代码。那这个 pre-order 的拜访，这下就尴尬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数的成本是 T， 这个 minimum spend 假设它 total 的权重加起来是 T， 可是你现在这个 pre-order 哦，啊，抱歉，我用右边那个来做代表，左右对照一下哦，这个左边的权重是 T 啦，啊，右边是 pre-order 的哦，就是近似解的，你可以看怎样，你用到了一些不同的边呢。比如说我本来树边是这个样子，啊，你现在给我走这个边，啊，我本来树边是这个样子嘛，可是你看你又多了这个边，我把它 mark 起来的，还有这个边，还有这个边，有没有？这四个边有没有？这一二三四个边，是不是都是多出来的？这下尴尬啦、啊！请问这些多出来的边加上这些原来的树边，那有些边是原来的树边 ，A B B C 是原来的树边 ，B E E F 是原来的树边，可是我多了一套固新的边不在这个树上嘛？那我怎么知道你现在这个近似解到底相对原来那颗 T 是多少？哦，所以这个对稍微有点困难。哦，所以它其实求的是那一颗。啊，所以让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啊，就是刚刚我们说 H 除以 H star， 我想要求出这个，嘿，我刚刚找出了 H star 的地板值是 T， 接下来他想要看的是，这也是很常见的策略啊，我想要去估出来这个近似解和天花板，如果可以估出来一样的这个天花板就是地板值，也就是它的 worst case 的值，那他怎么看出这个近似解的天花板？嗯。因为他跟做的人讲说，你仔细再看一看，刚刚多出来的那一些边，我换个颜色画，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CH 的这个边，它是多出来的没有错，相较于左边是原数边，右边是那个真正近似解的 TSP 的图哦，你看这个 CH 边是不是怎样？你可以被你可以，它这个成本啊，这树边的成本，我其实可以被这两个 B C 跟 B H
去取代掉，因为两边都大于第三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回想起这整个 TSP 最一开始我们一直强调的，它 input 的图有符合一个性质，两边都大于第三边，对应的三角形，有印象吗？哦，所以我任何一个边 CH 我都可以宣称它糟糕，不知道怎么放了 CH 啊，我先这样断起来 ，ECH。两边和一定大于第三边的啊，比如说 E， 这个是 BC， 再加上 BH 啊，可以吗？也就是说，我这个边的那个总和其实可以被这两个的总和所放分出去哦。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破解啊，一个一个来看，比较轻松啊。所以同理可证，看右边还有一个 EFG 的。它的那个边的总和其实可以小于等于这两个边的总和，可以同意吗？哦，那当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是，像这个，你看，你看这个边，这个 HB 的边，哇 ，HB 的边没有三角形啊，是吗？请问我可以告诉我 HB 的边可以被哪些边的总和取代？能看得出来吗？H 为什么？好，太好，就我先帮你画一个，太厉害，居然看得出来。好，所以刚刚有的同学说哈，刚那个边可以对这三个边的，一定会小于这三个边的总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地方是单折三角形，所以这两边可能大于这个边，好啊，这两边可能大于它，可以吗？所以边 A 就是这两个加起来大于这个嘛，啊，这两个加起来又大于。也就是说，这个我把它擦掉了。这个边的总和哦，这 BH 的总和哦，其实把全部擦掉了。就说这 BH 的总和其实小于等于这三个边的总和，可以同意吗？这可以同意吗？到这边可以同意的时候看一下。好，太好了，请放下。好了，如果各位都可以这么支持他的论述的话，他就说其实。你可以观察出来，刚刚右边的那个近似结哦，它再怎么多哦，它不会超过原来那一棵树边的两倍的哦。两倍的意思，他说你就这么想象它，把左边的树做的边，你想象把它全部都 double， 可以吗 ？double 就是说哦，本来 A 跟 B 走一个边呐、啊，再送你一个呢，所以现在这个 double tree 它的整个成本就是二 t 嘛。哇，变成奇怪的颜色。不好意思啊，就说现在这个 double tree 哦，这个成本是二 t， 就是我边变两倍，可以吗？然后右边这个 TSP 的 two 哦，擦掉。右边这个 TSP two 哦，竟然发现所有的那个新增加的那个新增加的那些边，新增加的那些新增加的，怎么找到？哦 ，BH 对。就刚刚这四个边啊，做那个 close， 其实它的数叫 close page， 跨越的边，跨越那 span tree 的那种跨越边啊，全部都可以被原数边所取代。也就是说，你每个跨越边都可以被多出来的这边所稀释掉，可以吗？也就是说，你右边的所有的成本，对，没有说所有的跨越边都会多一些成本，但它多的成本，像这个边就是被这两个数边取代。所以我们 conclusion 就是右边这整个利用跨越边所创造出来的跨越边加右边的所创造出来的 TSP 的图，它其实成本小于二 t， 这可以接受，就是它一定小于二 t， 就 h 一定小于二 t， 有右边是 h 的，抱歉，它一定小于二 t， 因为所有跨越边都可以被三角不等式的拿两个边出来比它，可以吗？可以接受吗？好，所以这个时候完成了证明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目标是要求出 H 跟 H star 的那个比值嘛。刚刚我看出它的地板值是 T， 你这个最佳解再怎么厉害，你也不会赢过一颗 span tree， 因为你要 cycle， 你的 H star 是要 cycle， 不只要 span， 所 span 所有的边，你还要绕完全，你要又多一个边，所以当你不了路嘛，我这棵树可以少一个边呢，你要 span tree 可以少。啊，
那个近视解呢，哎，近视解比较难，就是刚刚我们看出来近视解它的做法，它有很多 close aid 跨越的边，那些 close aid 的每一条 close aid 都可以被一些竖边全部把它放得住，就是放不住的意思就是啊，跟它的成本啊全部都可以小于某一些竖边的啊权重的总值，比如刚就是因为三条不等式嘛，你每一个第三边一小于另外两个边，所以啊利用这个 double tree 之后呢，我就可以那个啊证明出来说 h 小于一个，所以相似数小于两倍，所以啊逻辑就是这个利用 spanning tree 去兜出来这个 TSP tool 的方法，它是个两倍的近视演算法，可以吗？所以这个稍微有点小智慧，当然也稍微这样的，因为大家必须去啊分析这个最佳解跟近视解它的配方法的地方。刚刚前一个不用，你看前面那个刚好就是二A，拍解这个稍微比较难，你还要再估出它的配方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就是常见的分析的技巧，因为啊实际上我真的不知道最佳解跟近视解是什么，因为每一张图都会变嘛，可以想象吧。任何一张图进来，它的近视解跟佳解一定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试图去估出来近视解的天花板跟最佳解的地板值，因为地板值可以不同。任何图进来，它相对于这个 spanning tree 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利用这个招式去宣称啊，你不管是什么图进来，都一定两倍，做 worst case 一定是两倍的那个啊状况。好，呀，就这样，要不要想问的？没有钱，那我也没有这个。你问到好问题，如果今天这个 TSU 你这三角式不等式不存在，这个整件事都不存在，啊，这整个推导都不存在，就这个方法不用。那你的问题是说，另外那个广义版问题怎么求解吗？是吗？哦，那个广义法的问题是更有趣的，它目前为止没有存在很好的递进的演算法，也就是说我们之后会证明，就是说那广义版的那个 TSP 的问题呢，它不容甚至它不容许存在了任何两倍十倍一百倍的近视演算法存在，那之后我们会证明那个问题它更不好递进，它更不好递进。所以目前的问题有个好的解法，我应该这么讲嘛，有解法了，就广义版一定有解啊，因为有些人就是试图去解它。那至于解的好不好，目前来看起来，我看起来都是靠时间去证明。没有看到有人用像我们这个叫做传统的证明方式，那在那个问题反而没办法，我目前没有看到有人去证明，就是利用我们这个。这你推导的方式就是说，哎，有没有哪个方法好过另外一个？因为实际上真的，其实我看到很多李斌或者 Lab 啦，他们其实也不一定真的会推导那个，就啊，反正我想到一个方法就可以推导，跑 data， 看有没有比较好，哦，就用 data 去说明了。其实这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那个争论的，因为任何一个方法去宣称你比较好，在某个 data 下，可是世界上无限多种。你要怎么去说明这个方法一定比较好？所以通常我们实务上其实都还要绑定某一个 application 啊，你可能是做网络的，你可能是做某一个子领域的，那那个子领域里面刚好那个 data 是有限的，就是它变化的种类是有限的，所以在那个种变化种类有限的 data 下去证明说你的方法解决比较好。目前大概我看到都是这个样子，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测完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所以导致那种以实验来佐证的那个，目前啊，就是针应该说针对这种 TSP 会怎么做啦？但如果针对像前面讲的，有些比较相对比较简单的，哎，就还可以去证明它的跨区间去啊。当然，广义版目前没有好的近视演算法是我的认知啊。好吧，所以有没有其他的针对这个相关的啊？所以他那个问题是刚刚那个换一次换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想。你是说
你说为什么他想来 NT？ 你直接说哪一个？说这个？哎，对，哎，就是 H 跟 D 那个，就是就刚刚说两边的，就是 Right 这边，对，就 NT 是就从这边变成这边。啊，对，对。那你说为什么是？哦，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因为你每个 close edge 都需要新的边去取代它嘛，就说像这个边你要多两个边，可以看得出来吗？就是我刚刚跟他的讲法，比如说像这个边你就要多两个边去取代它的成本，可以吗？啊，像这个边你就要变成多这三个边去取代它的成本，可以吗？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所有 close edge 如果把它成本换算成那个新的那个边的话，最后整颗会变成两倍的。再多了，就是两倍，可以吗？但有一个很小的点，就是没有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其实你知道吗？没有人觉得哎，怪为什么刚好是两倍的作用，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倒不会有些地方需要到三个。就是说，刚刚我这样讲，哎，好像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哎，我不是说，哎，你每个 close edge 都要多补一些边吗？啊，不会搞到最后有的东西要补到三条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啊，我说这四边形好了，哎，我都要补三个边，我靠，啊，不会补到最后，不会补到最后有的人吗？哎，因为这好像是去年有人问的，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问题。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小地方，是没有特别去说明它。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四边形，我要补一二三嘛，啊，这个要补这个嘛，啊，我不会搞到最后有些边，我靠，我可能要三个或四个。我好像没有说明这件事，先听懂的问题嘛。因为我现在说啊，你需要补边哪补了，对的，最后我直接跳来跟你说，最多只需要两倍的边就补完，知道意思吗？啊，所以呢，好，这个其实是好问题，我应该去年问这个问题真是太好了，所以我都快留下来，快点。就是说，刚刚我的问题是，我怎么讲？看看我怎么画。各位听懂我的问题吗？就是说，因为我需要每个 close edge 我都需要补一些数边嘛。那补一些数边后，难道不会造成？因为我现在宣称好像我最多每一个连两点之间，我其实最多只要两个边就绰绰有余的，就够这边去使用的。但是我只是问说，难道不会有个状况，还拍谁哦？这边要补到三个边，你才可以够所有 close edge 使用，听懂这意思吗？这件事我好像没有交代，你听懂这问题？所以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为什么这两点之间的边数其实最多只要两个就够用的，不会需要用到三个以上？或说我需要补的边啊，其实只要多一个就好，但 total 是两个就够了。这两点之间，其实我只要两个数边就够所有情况使用。有人知道为什么？嗯，你说呢？为什么会有三个字？觉得不可能吗？为什么？对，我们现在是会说为什么会需要到三个字啊？哦，你这好像相关的事情。哦，来来来，早讲，来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想到三个？需要到三个？就是因为我做的是，嗯，其实我只会做，都只会有两个字的情况，所以想。看人家在讲是 pre-order 的关系，所以这样，然后呢，就是它产生的最强的边，其实只需要用两三个数字。最长的边，你说只用到两三条数字，这倒不一定哦。我想想看哦，这个有可能是它不浪单，我这样想一下啊，它不浪单可能可以够，我看一下，哎，两个三角形够吗？因为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那我稍微想，
不一定啊，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 cycle 可以更长啊。你说两个三角形，是说这个 case 只有两个三角形，当然你可以想象它可能还可以再切割嘛，这不一定是两个啊。就是我这张图太小了，所以，但它其实可以很多个嘛。我这边点来很多的话，对不对？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说，它 always 都一定要加边的，所有的 close A 都要补一些属边，像这个比较好，它叫苦瓜，不让它对。啊，那个为什么再怎么补？我其实最多只需要到，最多只需要到两个，对不对？算了，那个上个厕所回来再问啊。Thank you.
没有写，感觉我是每个月的，不要再去那个。我不能说现在的表我直接下来的每个月的最长有多少钱？他上面的时候第一张就是每个月都是写，反正没啥讲，我想把它再做一个。不要现在你每天都
肌肉就是。是啊，我说你每个都很贵。不要死，好累死。啊，其实没差的，看起来很像。这边主要是要把那个精髓。Thank you.
那我加了，你过来啊。我去，方案都吃好了，看看。我一开始要拿一元。哦。你们那个还会听这样的音乐？
刚刚继续延伸下去的那些节点。继续延伸下去，我想看，瞬间不是很清楚，你是说，像说 ，AD 就可以跟 BD 这些节点。所以这个图来讲，是不是？你说 A B 跟什么 ？B D B B D 是不是？然后呢？就是 A D 只需要多一个边，就可以组成斜边。组成哪一个 B D 的斜边？哦，跟 B D 的这个。然后 B D 这个斜边只需要再跟多的 B H 就可以在组成一个斜边，所以不管有几个三角形，它只需要多一个边，它不需要多。但你的论述上是由这个案来解释的，就是健康的那个通则。好，对，就以这个案来讲，当时可以这么讲，没错吧？就是说，但是因为这是你要怎么讲，看看啊，其实这个不止一个讲法，就是说，就刚你那样讲，是说任何一个三角形。说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听起来比较像在描述说，这个案来看嘛，那他确实是没有错，不然几个三角形都是。但是我们想要知道是那个空者是那个可以解释说，其实错多的边再怎么多都是两边都是错一个，就是刚刚回答上来有点间接了，就是那样直接，有没有直接点答案？没有，看不到。从左指数走到右指数，比如像这个，然后呢，然后，可以用下下两条相对比例。好了，帮我画一个这样啊，给你。你说如果今天我穿越了，然后呢？原来从负接点指这个吗？这是路子，然后左指接点指来，比如这个。然后假设我右边连到某个地方，好，然后呢，假设是三号这样走的，然后你说怎样？说从这个负节点走到右节点的这些边，应全部都可以被它拿来使用，是吧？然后想想。可是他这个边其实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啊，可是可能还不够精确，就是因为实际上他这个跨越边可能需要不止从爸爸来，不肚子来到这里，还需要这一坨嘛，可能一起 cover 嘛，然后为什么这些全部就是两个就够了，就是说这个 total 加起来。就是因为这边也会灌出一些，需要一些灌些嘛，灌水一些嘛，这边也要补一些嘛。当然你刚刚讲的，因为这条路不会走的，所以它多出来的是没有错的啦，是吧？左半边这边怎么解释？有走的话就只剩下一条，如果他之前走过就，如果既然他是已经是 tree edge 的话啦，那你还有一个空间嘛，可以给他用。是吧？就这意思吧。那稍微思考一下。不太确定各位接受了啊。有更好的讲法吗？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啊。其实大家可以多，我想多数人都应该可以感觉到，其实你不管怎么想，似乎真的就是两个边就做有误吧。看这要怎么讲？其实运输的状况大概是，要么你两边都是 tree edge， 要一边是 tree edge， 一边是 close edge， 或两边都是 close edge 啊。然后当你只有 close edge 的时候，你才需要去补边呢。可以想得到，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如果两边都是 close edge 的话 ，close edge
这个这颜色代表是 close edge A 还是同颜色？所以这是颜色代表 close edge 了。所以当你 close edge 需要边的 ，OK， 这是这个状况啊。啊，其实我突然看到，其实我这个 slide 已经有讲另外一个讲法了啦。啊，我时间不太够了，所以我这边可能自己回去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从完全是剧班的讲法，就是说，当初如果你假设所有边都两的话，你做到 preorder 的 traversal， 其实 BFS 其实这样的 A B C D H B C， 光是 BFS 所有边都走两次，可以吗？就是你现在想象你在跑 level search， 所有边是不是都做了两次？可以同意。然后这个是所有列举出来的那个走两次的那个，那 A B C B H 哦，就是完全 full， 它叫 full walk 嘛，哦，就是刚好两倍率，数边全部走过一次就是这个样子了。那这个也对照住了 full H 就是那个近似的，就是有 close edge 啊，哦，比如说 C 走到这个像。A B C H H 走到 D 的哈，所以 A B C 啊 H 到 D， 那 H 到 D 其实啊这两个要稍微等待，要对照看啊。那 H 到 D 其实这边经过的那个边刚好就是啊怎么讲 ？H 到 D 啊，就是有点类似刚第二个同学讲的啊，只是说用这样讲法的话，你会把所有的边都考虑进来，就有点。就是说，刚 H 到 B 这个，你可以发现，它其实从 H 到 B 本来 DFS 其实是这样子的走法，可以吗？就 H 到 B 这个 close A， 但是如果是 DFS 的话，刚好是 H 要先回到 B， 再回到 A， 然后再去到 B， 哦，就是它跳过了这些边，看画法，因为我这边是点啊，所以可以想两点之间是有边啊。H 到 B 其实这三个边，就是当初要回去，你就到那三个。全部都换给那个 close edge， 也就是每个 close edge 其实你会发现它都是上面的 forward 的一个捷径，都是一个修卡，每个 close edge 都反馈到一个修卡，可以看得出来嘛？就是说，比如说 F 到 G，F 到 G 其实它跳过 F 到 G 的边，那像这个 C 到 H， 其实它是跳过 C 到 B 到 H 的边，所以也就是说，每个 close edge 其实刚好在这 forward 里面都是一个捷径。啊，那捷径中间的边都刚好被拿来当他的那个啊，当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棒，所以其实左边两倍就是最有名的，所以这个其实因为他 forward 你可以去证明他所有的构设以后是 forward 里面的那个构设啊，那个跳跃或者捷径的哦。但 anyway 这个回去自己稍微想一下应该是不难的哦，那我们赶快 move 啊。下面那个比较难，所以。不好意思啊，我时间不太够了，所以啊，我只能把重点跟大家讲了啊。然后啊，下面那个演算法一样是要解方问题，他只是要改善它，就这样。然后他观察到，因为刚刚前面那个演算法，他利用 minmax spanning tree， 然后去找出了 TSP tool， 他搞到最后必须要 buffer 所有的。数边，然后那个数边就是二 t， 刚好就是那两倍的根源，也就是说他感觉到前面那个方法需要多增加两倍啊一倍的边，然后透过二 t 啊去达到那个哦两倍的效果。那我有没有办法去思考一条新的路，就是不要增加那么多的边，就可以哦就可以找到我的体系演算法。所以他就在思考说，欸，我可以不要增加那么多的边。那啊，大概精神上是那样的哦。那实际上他是利用到好几个问题的解法啦。其中一个叫做 minimum weight perfect matching 的问题，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这是另外一个 P 的问题的哦。就是说给你一张图，如果你有偶数点的话，哦，那么配对就是哦，配对就是说。像这样叫做配对，哦，比如 A 跟 B 配对，哦，然后比如说这样子就是另外一个配对，有 C 跟 D 配对。注意哦，配对的意思就是说任两个边之间不能相交，它必须 disjoint， 不能说 A 跟 B 结婚 ，A 跟 B 也结婚，哦，法律上是不允许重婚的，哦，
所以你必须分开来，所以 dimension 的问题，就是任两个之间必须disjoint， 就是它不用共用任何的点，所以这 dimension 的问题，那变异当中有很多可能 dimension， 那这个问题 minimum 就是说可以找出，假设边有权重啊，可以找出 minimum 位最强权重的 perfect match， 就是所有的人都配到某一个那个对上啊。因为有偶数个点、数个人，所以你就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做到这个叫 perfect match， 就是任两个人都会被解决掉，这路上没有一个落单的了哦。所以这个问题先记住它是 P 的问题了哦。那解法不重要，重点是它是想出的一个方法。那我给它跳快一点啊，你要再回来讲一些细节。这个第二个方法就比较复杂。他们浪费这么多步骤，第一步还是一样的，你找出那一张图的 curve spanning tree，就是你想办法去找出来就对了，想办法去考察它的 minimum spanning tree，所以这边方向还是一样，但是接下来他为了避免直接就那个 spanning tree， 我就直接走一个 Briot 的那个 TSP tool 出来，他画了一些功夫。第一步，我注意看一下它的差别在下面第二步了，OK， 这边的第二步，你看哦，对于那些点，它如果是奇数 degree 的，注意奇数 degree 的，我去找那些点之间的 minimum perfect match， 奇数 degree 就是说，看，你看这个点它是奇数，因为这个点它是 degree 是这样，这个点 root 不是哦，因为 root degree 是2。然后呢，这个点也是奇数的，然后这个点也是一二三，对，一二三，一二三，好，所以在这个图上，我右上角这个图上，总共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个点，注意有八个点是奇数底规的，奇数底规就是它的相连边的个数是奇数的，11133111，好。这些奇数的略点，你去找它的 minimum perfect match， 也就是说直接 top library 去针对这八个点，我想办法去找出它的那个 minimum perfect match， 所以让我画一下啊。假设我找出来了啊，注意因为它是 complete graph， 它可能直接乱画一通，请不要在意。实际上它是 complete graph， 所以这里现在虽然说数，其实它原图是 complete， 是两个直接都 complete 啊。所以我现在就针对那个八个点去解 minimum perfect match， 所以这些黑黑的边就是假设是我找出来的 minimum perfect match， 他就说把这些边全部给它加回去，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本来有红红的，本来红红的是原来的数边，比如说这个有本来红红的，当这两点本来是没有的哦，然后还有什么？这边本来有一个红红的，反正加回去之后，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什么？我加回去之后，所点的 degree 我们再来清算一次。现在 root 是2，我就写在上面啊。然后这个点呢，注意是1234，它的 degree 变4了，因为加黑边的。然后这变2，这个也变2，123这个变4，12这变2，这也变2，这也变2，然后中间还有个4，可以吗？我加回去这个。就是我加了这些黑边之后，本来那些奇数 degree 的那些点，现在所有人整张图所有人的 degree 全都变偶数了，这可以同意吗？因为我就是针对那些奇数 degree， 比如说本来它是311113这些去加边嘛，所以每个 degree 都加一嘛，每个 degree 都增加，不一定是一嘛，那能够，对，每个去都只会加一。所以每个偶数都加一张，全都变啊，每个奇数都加一张，全都变偶数，可以同意吗？这看得出来吗？张图有点丑，看后面没有啊？那我再看一下其他的。红线里面好的图位，这也是类似的啊。算了，我们再玩一次好了啊，就是。我第一步先找出 spanning tree， 然后呢，第二步加边，加边，
这是假设第二加边，那加边我是针对那些基数比率，如果以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再看一次哦，我们轻点一下比率 ，A 是二 ，B 也是二，啊，怎么写出来 ？E 是三一一，哦，那这边也是三一一，哦，所以基数比率的点就是下面那一坨，可以吗？哦，这六个点它是基数的比率的点，可以。然后接下来我去假设我去解分配 matching。就那六个点而已哦，把那六个点的值丢给一个 library 去求解，然后他告诉我，我只是说假设，他告诉我答案，哎，我觉得 perfect matching 要这么做 ，B 跟 E 对 ，F 跟 G 对 ，C 跟 H 对，这样子把它分三对之后，它的总和是最小的，所以 matching 里面它总和是最小。好，那我就把这三个变把它加回去原图，就这样啊，所以加回去原图的意思就是。刚刚那个你看到 B 跟 E 又多个边的 ，C 跟 H 多个边 ，F、G， 所以它比对当全部变三变四啊，四二二四二二啊，这里来讲变四二二，所以全部整张图怎样，都变什么，偶数比对的点，可以吗？哦，所以这个 perfect matching 加上去原因就是需要让整张图每个点的比对都变成偶数了，可以同意吗？好，我先把它讲完了。这张这个单是最复杂的、啊，变偶数之后，其实它有一个目的，因为只要这张图每个点的比率都是偶数，其实就可以一笔画走出一条特殊的另外一种路径，叫做尤拉路径。啊，尤拉路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哦？我们很早前讲的 TS， 我们其实本来要的 TSP 跟那个。尤拉是两个不同等级的问题，哎，我记得我讲过，对，尤拉路径是 PIMP 旁边，有没有印象？尤拉路径一笔画经过所有编译次回到原点，它是属于 P 的问题，可以吗 ？Hamiltonian cycle 跟 TSP 是属于 NP 旁边的，你要经过所有点一次比较难，但是你要经过所有编译次，哦，超简单，超简单，因为你随便挂都挂出来。假设我今天补了这两个边，现在这个所有点的 degree 都已经是偶数的，我随便乱画了，我只随便乱画，你都不小心都画出来，可以吗？基本上你只要任何零点它的 degree 是偶数，就一定存在尤拉路径，随便乱画都画出来，可以吗？所以当实际的因为我们先不理它了，反正就是只要那一张图所有点的 degree 都是偶数的。它一定存在尤拉路径，一笔画可以经过所有变数回到原点。哦，所以假设你就是一笔画，哦，假设就是 A B C H B E， 哎，对 ，F G， 然后呢 ，F G， 哦，然后再 E B A， 哦，就这样走，这样就走回来了。注意哦，这是尤拉路径哦，但是你知道吗？尤拉路径是经过所有变数。可是我今天不是啊，我原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 TSP 耶。我要问题是 ，Hamiltonian cycle 就是我只经过所有点一次，所以呢，我这个尤拉路径要修改一下。其实修改方法一样，反正就不同步骤就对了。所以我再重新看一次。如果是尤拉，抱歉，如果是那个 Hamiltonian cycle 的话，我换黄红的线了啊。A B C H。开始 B 走过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会直接跳到它的下一个点没走过，下一个点就是这个那个 E 啦哦，来让我稍微跳一下，就是跳那个 E， 然后呢 F G， 哦 E F G， 啊本来 F G 之后是走到 E 嘛，走 E 不行，我不能都走啊，所以我再一直走走，我会跳到它的下一个点就是 B， 然后回到 A， 可以吗？所以这个 T S P tool 注意。就是跟刚刚很像，就是修派捷径 A B C H， 然后看到 B 不要的，直接跳到 B， 对吗？哦，说 A B C H， 还有不要直接跳到 B， 然后一样的 E F G， 又看到 E 不走了，直接跳到 B， 哎，这个就是我创造出来的，合乎原来题目要求的 T S P， 因为我只经过所有点词，那这个一定可以，因为我用它的路径经过所有点词。因为尤拉路径其实它每个点甚至会走到两次或三次都有可能，因为尤拉路径是要求边不能重复，但点可以重复哦，而且你要经过所有的边，其实你
射程缩减六千公里，所以从这个流浪路径，我一定得创造出经过缩减是 TSP 的路径，所以就从这个流浪创造出来，就结束了。好，这边方法很多问题，这个比较复杂，我们 summarize 一下。第一步，创造出 TSP 路径，要不然第一步先创造出 minimum spanning tree。好，啊，第二步加上一些边。第二步是加上 那个 perfect matching 啊， minimum perfect matching 加上 matching 的边。第三步走出尤拉路径，最后一个就是从尤拉路径中去，去推导出这个 TSP 的数。这个方法有没有需要澄清的？也有点复杂。总共有创造 spanning tree 加上 perfect matching 的边，然后走出尤拉路径，推导出 TSP tool， 所以它整个其实是稍微有点复杂哦，好吧？所以这个方法上有没有人要问的？这个 会太难？你觉得这个方法太复杂，举手看一下。不会啊，哦，对啊，我想到奇怪，怎么会没有人觉得复杂？啊、那我看一下怎么直接讲它的重点啊。它的重点其实是在于。你仔细思考一下，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背后到底在想要告诉你？其实背后还是右上角这张图。为什么？你仔细看右上角这张图，它整个的边其实都只多了红红的这些边，它、原来的竖边都还是在，可以吗？所以最后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机是什么？因为他就是想要去算，我这样子走完之后。我到底这个近似节的权，因为买我的近似节，如果照前面那个 spanning tree 直接走两次的话，会两倍。但是现在它多的边其实没那么多的红红的边，多红红的边。所以要怎样想办法告诉你，我整个树的成本，近似节的成本，就是那一棵树加上红红边，这不会太多，因为本来是两倍的，现在是这样。所以这个它是最终，它其实最大的目的是在哪？就是当然，这个整个操作上稍微确实是有一点点复杂，因为加了那红红的边之后，就可以有拉路径出现，就可以有拉路径。那拉路径出现之后，就可以帮助这个推论出这个 TSP 的突破。好吧，所以不行，我赶快讲完了哦，那个听不懂的哦。回去看去年的影片的啊、我们快速讲一下他的那个推导的那个重点啊。第一个，到底这个近似解啊，抱歉，我先讲一下啊，我们一样的，就是那个我们要求出那个，比如说 C 除以 C star 啊，那当然它地板值一定是那个 spanning 那个 spanning。就是它地板的，其实我们知道就是 C star 小于 spanning tree 的啊。但目前我这边换了一些符号，就 OBT 啊，发现这个 NST 就是那个 spanning tree 的 cost 啊。所以 anyway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推导啊。这推导其实第一步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那个近似解它想要找个天花板的，就刚我讲近似解它想要找天花板，然后这个近似解 transformation 的这个天花板。它是什么呢？其实因为你思考一下，在整个这个方法操作的过程，这近似解其实从尤拉路径来过来，而且是从尤拉路径跳跃来过来。什么意思？就是尤拉路径不是刚讲的，它走一走就跳一下，说 A B C H 走到 E， 那它就是 H 跳到 E， 所以 H 到 E 你看就是这个三角形，比如说一样三角不等式，它只要走捷径，它的成本就一定是要拉高嘛。所以我马上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结论是，哎呀，你这个近似解的成本一定是小等于尤拉，对不对？尤拉他走的捷径嘛，所以他成本一定会比较高嘛，这可以同意吗？尤拉走捷径，近似解走捷径，讲到快啊，画个三角形会比较容易理解。
走捷径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走捷径的，啊，红红的是油啦，这样可以。所以是为我走捷径的成本去消费，那两边的，好，变比较变更大的地方，啊，这回去你自己看一下。所以第一个比较简单，那接下来这个油啦路径的总额到底成本是多少？那我们把它分解一下，其实刚刚我已经给你一个提示，它重点在这，因为它整个油拉路径，它所用到的全部的边都不好，就是原来那个 spanning tree 的树边 ，minimum spanning tree 的树边，加上那个 perfect margin 新增加的边，就这两块，可以同意吗？就这两块，哦，那其实，在上一次的发现，在前堂，刚刚下课前我已经讲。其实这个 spanning tree 刚好就是那个 O B D 就是最佳解的，而且我这边把它用符号代替 ，O B D 就是最佳解，就是它的成本其实就是它的那个 lower bound， 这个先不管，反正重点就是，其实这个跟最佳解的关系我已经知道了，这个 spanning tree 的 cost 跟最佳解，刚刚我们讲它是它的地板，这个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这边只能够换成它，所以现在其实整个推导只有一个地方很关键的。虽然这样看起来复杂，但其实很多都是没意义的，就是啊，完全没那么大的意义啊。主要这只是三角不等式，所以你那个近似解小的油拉路径就这样。那油拉路径可以分解成树边跟新加的 matching 边。哦，啊，这个树边刚刚已经讲过了，它是那个最佳解的那个棒的啊、哦。所以唯一需要烦恼，它唯一需要烦恼，其实只有最后一个，就是刚刚那个。Matching 的边加了那红红的 Matching 的边，到底它的成本是多少？哦，所以这边大概是最关键，哦，也是最困难，因为只要这边搞定，它大概就可以推论出这整个那个它近似解的成本是多少了啊、哦？那这个大概是最困难的了啊、哦，所以这个到底这个 Perfect Matching 的边到底成本是多少？好、哦，所以这个。那我用一些颜色再把它 highlight 一下啊、哦。在 highlight 这三个边呢，假设就是当初我解那个 perfect match 所加的三个新的边，然后我想要知道跟最佳解，就是右，假设是右边啊，假设最边右边是那个最佳解 CS 的 OBG 啊。假设我最佳解其实是这样子绕了，而且我先画一下，最佳解其实是这样子绕。那么这个有个矛盾，有一个讨厌的地方，就是说，咦，其实当初我解 perfect match 哦，我只针对这个框起来的这个值，就是 B C H C H， 因为它比例是会是那个奇数的哦。注意右上角的那两个点 ，A 比例是二 ，B 比例是二，其实这不会拿进去解 perfect match， 它不需要别，它的它就变偶数变奇数，因为我普遍只想要补那个奇数点的奇数比例的那些点。所以，但是我右边的 OPP 其实是会绕过整张图，会经过 BFC， 没有关系。他说，反正呢，因为有三角不等式存在，所以有三角不等式存在，我可以宣称这个边，就现在画的黑黑这个边，它的权重其实小于等于上面这三个，就可以接受吧？因为上面三个一样，你可以把它画成两个三角形。所以就说这黑黑的边。可以，它一定会小于上面这个三个权重，可以吗？这就可以接受吗？好，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当时想要把右边这张图修成跟左边这个解 perfect match 的这块是一样的，其实他想把两个简化，其实目的是这样子，所以这样我就可以浓缩去看这右边框起来的。发现这个框起来的椭圆形的这个配色的区间，我来比一下它的那个成本啊。好，所以我们假设那个 H prime 就是那个就稍微有点闹事 ，sub two of H star， 那个 H prime 就是我讲的这个意思啊，就是 H prime 就是下面这，就是说把原来的那个对加值把它缩成这样，当然这个新的这个。cost 的 H prime 它一定会比那个原来的这个来的小，比这个 A 边小，比这三个边的总。所以对于这个 H prime 就是右下角这个，它当然会小于原图的那个 TSP2 的 cost，
好，那最后最关键就是快结束了。它其实如果你可以接受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不太容易接受的事实，就是刚刚我框起来右下角这一块，然后一样，我再把那个 perfect match 的边再画出来，所以我再换个颜色啊。好，那我把上面那个图片啊，不好意思，让大家可以好看一点，然后再做一点事情。太好，它有白色的，它的白色不够白，那白色有这个好处，给它相比一下。好，所以那个。好，我们现在就让我们的视野简化到只有这样啊。好，我们仔细看这样两个字组，两个字组啊。注意右边是最佳解浓缩，就最佳解浓缩下来的这个字组啊。那最佳解本来是要绕大圈的整张图一次的，但是我们现在故意把它改成绕这个小圈，因为这个边可以。那么三个边，它可以代表那三个边呢、啊，来这样子想。好，那如果可以接受，可以这么想看，在右下角这个绕了一圈的这个，右下角绕了一圈的这个纸图呢，其实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六个边任意的分成两个 match 啊，所以这个有点难，就是说，我们先让大家可不可以回想起，其实。有一个 matching 的问题，就是说给你一堆点，这两点之间都有边，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出它的 perfect matching？ 但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个 cycle， 以我们右下角来讲，其实它是个 cycle。其实 cycle 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个 cycle 随便分成两个 matching 的连集，这听得懂吗？我画给大家看好了啊。所以 matching 的连集就是说，比如说。它其实这个红色跟比如说这个换个颜色啊，跟这另外这个就是你可以随便给它分成两群就可以接受它一个 cycle， 我可以把它分成两群 match 边的连接，这个同意吗？这句话给同学看一下，一个 cycle，看起来左边的是光的啊，那个。啊，这样啊，我不知道怎么简单的跟你讲，就是因为当初我们加的那三个边呢、哦，我们刻意的挑它是 minimum perfect match， 所以它会导致你今天加的那个东西哦，把它稍微清理一下啊、哦，就当初因为我们加的那个三个边呢。就这三个边呢，它其实是 minimum perfect match， 那它的成本其实我们已经可以 conclude 了，那个 minimum perfect match， 那加了那三个边，它成本再怎么高哦，它其实也是那最佳解的一半而已，可以同意吗？就应该是小于等于比较好接受了，好像小于等于比较好一点哦，因为刚刚如果你可以接受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右边。如果你可以想象说这绕一圈呢、啊，哦，这个成本就是 O B T， 这样不是很精准，因为实际上它是这个边距在大圈的，但是这个绕，因为它绕了一圈的嘛，注意这是绕了一整圈的，那 matching 的 matching matching 是只有三个边，绕一圈要六个边，可以吗？所以我绕一圈要花六个边，然后这个成本是 O B T 啊，就绕一整圈，假设你想象它是 O B T 嘛，那比较简单。那我这个。所以为什么可以轻易的把它处理？因为我可以把所有边都怎么样？两个，这可以听得懂吗？就是说这个六个边我可以把它分成两种 match， match 就是比较红红的这个 match， 可以吗？可以分成两个 match。啊，我左边这个 minimum perfect match 也是三个边的，它是众多所有 match 中其中一组，而且它可以guarantee我是所有 match 里面成本最小的那一组。因为我当初我这三个边怎么加的？其实我是解了一个最佳化比较 minimum perfect match 的，才得到这三个边。讲白话就是在所有的 match 里面，这三个边总和加起来是最小。所以
当然我可以推荐左边这个长辈一定小于那一半，可以吗？这个可以接受，比如说看一下。好，那么少，再来两个。反规矩，我先讲反规矩啊，因为刚刚我已经分析了尤拉路径的成本是那棵树加上 perfect matching 的边门，啊，那棵树的成本我已经讲过，它其实小于等于 OPP 的啊，就是那个最佳解啊，那个 perfect matching 边我又说它是小于等于二分之一 OPP， 所以其实合起来就是那尤拉路径的成本小于等于二分之三 OPP， 二分之三大概就是一点倍的，可以吗？所以 conclusion 就是我得到了一个近似演算法跟最佳解的比值，如果你把它除下去，那就是一点五倍。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那但 anyway， 我只想要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其实近似演算法传统的改善，这个就叫做改善，可以吗？因为它从原来的两倍进步到一点五倍，而且是在任意的图形下，这件事都成立。所以我们会说，这个一点五倍，刚刚那个。很复杂的招 ，minimum spending 加 perfect matching 走尤拉的这个招式真的有比较好，真的有比较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传统认知上，这是一个比较好演算法的度点，所以这个概念其实跟 time complexity 是一样的，其实各位回忆一下你在大学学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一个演算法比较快，时间复杂度 ，n log n 比 n 平方来得好。In most case, in any, 就是不是靠实验去证，而是靠分析的。所以，其实在这边他们的思维还是一样的，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素，我不是靠实验去证明，我是靠数学的推导去证明说，哦，你这个演算法真的比那个更逼近那个最佳值，一点五比二更逼近最佳值，越朝向低越好。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所谓一个比较好的那个解法了啊，但它的分析上稍微有点困难哦，原因是在于你必须很清楚的知道它整个操作的过程哦，就那三步骤，先找 spending tree 加 matching 边，走尤拉路径导出 TSP 数，所以它整个分析过程当然相对比较复杂，它必须层层的这样子去分析它的成果，但是 key point 就在于其实很像，其实它关键因为。当初新加了边，原边还是那个 spending tree 的边，然后它多的成本就是来自那个 matching， 所以它其实整个最大的关键都是在计算说那个 matching 到底那个成本会多少，它导出来了这个 matching 加的边哦，跟它最佳解关系被它看出来，就是其实会顶多到它的一半的哦，所以这个大概是 key point 的，所以就刚刚讲的这个是最关键最难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它加了那三个 matching 的边。相较于 PSP 的那个 cost， 它其实只有一半，所以这个 slide 是最关键的。那 slide 很想问的，你对对的，还是前面还有一点时间。来，有人问吗？好好，哎，吴江。我们第一个的题目是先来说。你说为什么新加的这枚选边只有最佳解不到一半？小等于一半，这个所以这个这边是最难的了啊、哦，所以就是没有问题才怪了啊、哦。这边其实推导上比较复杂的地方是在于说，右边那张图我只是想要跟你讲，原来那个最佳解它其实是绕大圈的啦，可以吗？但因为我真的解 perfect matching 是那个小圈的，就是只有那个纸图，就是我框起来的黑色这一块，所以他其实第一步先是把那个，因为本来是绕那个关不了，本来是绕这么大圈嘛，对不对？那但是他想要把这个外围的这些边用这个边取代了，这可以接受，这可以接受嘛？因为三角不等式，所以它一定小于等于外圈的，可以吗？这个边一定可以取代那三个边的。好，如果这个你可以接受的话，那你要接受第二件事情。我们现在浓缩一下，你再回来看这个内圈这里。内圈这里的话，它经过了六个边，对不对？这六个边其实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注意是两组 matching 边的边际。所谓两组 matching 边就是，比如说像比如
就像我让我插一下啊。所以两组 match 边的时候，应该实际上是绕一圈六个边嘛，但是我可以随便乱猜啦，比如说随便乱猜，比如说啊，这是因为 match 就是要不相邻的那个，一个类似不相邻的边啦，比如像这样是黑色是个 match 可以接受的，啊，剩下那三个边各自形成另外一组独立的 match 可以吗？就是配对的哦，就是剩下那一组就是就是黑黑之外的那三个边，其实也是另外一组 match， 可以吗 ？match 就是要让两两成对，这叫一个 match， 这个你要先搞清楚，可以吗？所以其实一个 cycle 可以把它分解成任两个 match 的连值，这可以同意吗？所以那黑色的边它一定有它的权重，它权重走的，比如说我乱写的，比如说黑色的边它可能权重是三四五啊，我乱写的，所以它加起来权重五六七八九。黑色的边其实是，假设它的权重是那个，加起来是19、12，另外一个是，假设123好了，乱起，123、3、4、5、6，另外一个 matching 的分数是6分，可以吗？这两个 matching 一定有两个分数嘛？但是请记住，当初我加的边形是现在跳回来左边的哦。当初我跳左边加的这三个的 match 的边哦，我是很辛苦的。你可以想象吗？我那时候看过了所有的可能，我找出一组 minimum、optimum， 就是最小的 match 的总和。也就是说，左边的那个红那三个边呢，它其实加起来可能我不知道是多少了，刚才可能是121了，乱起了234啊，它有可能跟这个一样，它有还是有可能一样。它有可能，比如说还是六，那无论如何它就是最小，可以吗？所以我左边哦，注意现在是在左边来看哦，左边的那个三个 match 的边，当初是我很辛苦的去看完所有的可能，我找到最小。所以当然我今天可以宣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现在想要知道这三个红红边它的权重是多少。那如果假设你相信这绕完一圈，我绕完一圈你将成本在 OBP 啊，就最佳解。那一小看一半，一直是最小的，就这个同理嘛，就好像那个叫什么，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叫什么，哥龙原理，就随便了，反正就是，因为它是最小的，它不敢超过一半，它不敢超过这一半，所以我扣了一个 match， 你超过这一半，那代表那个又有另外一个小的 match， 我扣了一个 match， 这是盲盒，可以吗？好，所以我说这个左边挑的。这个 perfect match 的边，它一定是最佳解的二分之一以下，所以这是关键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成立，那我就轻松了，因为我整个近似解的成本其实就是那个数边加上那个 perfect match 的边嘛，那数边就是 OPT 嘛，数边小等于 OPT 嘛，就有点乱。就当初我整个近似解的成本其实是来自这两个边的那个权重的总和。所以一个是小于等于 OBD， 另外一个小于等于二分之一 OBD， 然后两个加起来只知道小于等于二分之三，这个这边的 OBD 是小于二分。其实复杂的地方其实是整个都要指大圈的，其实当然是指大圈的，所以刚刚从大圈变小圈，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右边就好了 ，OBD 其实是指大圈的。我们重来一下好了，其实 OPT 本来的 OPT 指的是这个大圈的内嘛，这大圈是 OPT。刚刚我们在推导的时候，为了方便起见呢，我们把这三个边换成这个小的边，所以我们假设叫它，我叫它换个名字好了 ，OPT 小的，我不知道怎么叫 OPT two 好，叫这个大的 OPT one。OPT2 其实是小于 OPT 的，可以吗？因为这个边三角不等式嘛，它一定比它小，所以刚刚我其实整个推论是它小于它了，其实是小于二分之一的它，可以。就是说刚刚这个三个 match 的边
就是 matching 其实是小于二分之一的 OPT 数，那 OPT 又小于二分小于 OPT 的，抱歉，完整的讲法其实是这样。刚刚不好意思，我省略掉一些东西。好，谢谢啦，所以看起来应该有一个不多一个人懂了。所以那有没有其他要问的？哦，这个算是证明上稍微相对比较，其实也不是难，它是比较繁琐或繁琐一点点的。但是其实你要抓住它的重点，它重点在于新加的那个 match 那边，所以可以很巧妙的可以证明它居然得到最佳，可以最佳解一半，也就是它把任何东西都连接到那个 OPT 最佳值上去啊。好，所以那个。啊，你可以看参照前两年的那个 YouTube 啦啊。我们今天因为太晚了，我们就到这里了。啊，那下礼拜记得要来考试啊。